你往下走打防空。哎，这边 4M 的 Forever， 哎，说来就来啊 ！USG 来的速度很快，但是先被放到一个小路，将 King 给打到。慢慢打，不着急。封一颗烟堵门口。哎，队友的话，门旁边也站了两个，再透过窗户，哎，这个栏杆大残。是的，这小路。不急，把他关到里边打。现在 USG 是难受的一方。是的，连打带不再打倒一个，但小路这边被美卡近点给放倒了。队友赶紧枪线上先支援到，然后让小路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就是对方补不到。对，旁边达纳瓦也兜了一圈。头顶，头顶，头顶。不要补啊！这波好难受，只有他自己了。龙东拳也倒了，牛 happy 楠楠出手，又让他打了一个一打一。阿伟十一颗子弹，听脚步，夹住这个漏头点，就这个位置 ，nice， 打掉了，还是打掉了啊！最终是一个二换四，这头顶确实当时第一先打个包，这十六滴血想操作的话就太难了，而且自己是一把背弹不多的 M416。嗯，我刚才如果没看错的话，达拉瓦刚才他们打的时候他就路过，直接一个手雷，连自己队友都炸啊！感觉达拉瓦是不是兜了一圈又回来了呀？他就是在旁边兜那一，我就说 DK 应该不会这么不理智啊。而小鬼这里是被路过的 Heaven 给放倒，那这样的话看一下 GBL 接下来追手，对，他看到 DK，他看到这个天霸可能人不是那么集中吧。哇，这一波他踩到这个反斜坡以后，一个手雷是炸了两个时机的，那三人倒地现在只剩一下，把撤到假防空洞，然后再给一些投掷物，这一波炸的要打了。哦，小鬼刚被扶起来被炸倒，那剩下两个是这种反磕手雷，经典再捏两颗手雷能不能起效果，手上还有一颗雷，一颗燃烧瓶，投掷物先招呼上，那边能躲的位置其实是不多的，但是对方是有机会把人扶起来呀。对，战壕这个烟雾弹还在，一这个战壕里边全是烟，视线被挡完了，失误了。嗯，这几个人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先打一个再打一个，打两个出来直接打我，真的timing 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，是FPS 游戏里面的 timing 确实很重要，但是呢这个旁边 GX 的出枪是把实际手连打带补啊，只剩下了一个小五，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很难对，哎，他撤不了，他这个位置没生存空间 了，一颗火直接淘汰掉了小五，但是刚刚那个战壕防守那波确实漂亮，就两个人去扛住对方四人的进攻，给颗烟啊，撒个烟还在，还要混还要混，想上车溜，他没有想上车溜，哎 哎呀被 Rainbow 一个手雷给按住了啊，给我下来，你以为你封了烟雾弹我这个枪打不到你我就搞不了你了吗，这才几点哎，这直接开进来了，哇，你什么意思啊，他开进来还打了一个，你说的这雷哇，但是还有这个雷提前有想法的，他第一时间你进来直接丢了都没枪，嗯，给了一颗白，雷是扔出去了，白的时间有点长，但是由于门口停了很多的车，第一时间没有进来，架住反秒阿德，有惊无险啊，坚姐这一波啊，这两个人踩蘑菇一样把这个雷给踩爆。Perry 来了 ，Perry 这波看看投掷物能不能起到效果，这个位置一颗雷，阿德直接被放倒，进去了 ，nice。哇，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精彩吗？哦，不是第二局。这两个点位在这种圈型其实是极其的容易进入到最后的决赛圈的。嗯，前期这么多该撞点都撞没了，队伍都差不多没了。对，看这艾伦格的节奏是真的快，一定会出现这个撞点的情况。但是你撞成这样子，对，谁也没想到。而且是在二阶段已经提前排了很多的水域的。假车库打了多少？你想想。战壕嘛，就两个队伍在打嘛，对吧？然后他刚刚肯定是吃完了这里的信息，然后想把对方卡死在这里。呀，这兄弟想打能量饮料 ，Loki。哎呀，回去救他！哎呀，没子弹。考虑要不要放，直接去靠更中心的那个小房子，就更北边那个房子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把战斗的地区让出来，是留给别人去抢嘛？对，南部队伍这么多。对吧，也是汇合之后在一个小圈边，这个圈边很舒服呀，这个圈边下一个圈型可以也拿到了啊，哎，这个打法就天霸这个限制你 DK 的打法，让 DK 这个本身他自己就是比较稳的队伍，很难受，巨难受，巨难受。个右下的边缘分散站开，然后宋江去到窄边拿了点信息以后，现在指挥队伍去哪里呢？哎呦，
抓火，这给抽的。嗯，左右为难，现在 DK 就是哪里都走不通啊。啊，看到这个全形，烟也没了，好准这几枪。直接喊队友起来集火啊！好的，你看左边又是天霸，下一局见。嗯。啊，求生欲望很强烈。嗯。KDF， 啊，这全边混了好久了。是的。女 Happy 今天的连狙其实状态也挺不错的。忌会怎么去选择这个圈要缩的话，他会选择哪个地方？他是直接往里扎呢，还是说等着小树林那边打掉点点？因为他再去窄边的话，南边天路也在等着他。他可能就有点难走。哎，抽了下来了，真准啊！今天的连狙效果。前面的楠楠，现在的明明，中年，不甘示弱，我补一个。是的，来了，打一个嘛，再打一个嘛，朝阳一丢手雷。这个位置 KDM 活不了，活不了，是活不了了。你如果在这里停，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他如果从我们胜利者来看的话，对吧？他如果去扎那里很好打，他如果要在这边缘停的话，两支队伍一定是来包夹他的。是的 ，BGP 最终没有等到北边的战场，选择往南边去打，那要先被扫一波过点。残血 SSR 有雷吗？直接被原点给放倒 ，toghter 的出枪。是的 ，Pyro 那边疯狂的在这个甲车库里面去抽 BGP 啊。好事情啊，这波 Pyro 肉，我可以在旁边收分。对，而且本身你们绞肉我来吃。是，你看 Pyro 他怕撞，他都直接合到一块了和甲车库。但 Pyro 的分数是被 Saver 给拿下来了啊。小左的话也是想尝试性的过来看看，这个距离丢雷肯定还是有点远。哎，这个南边的天路也是听到枪声比较密集，也是拉了三个人过来看一看。是。这次近战难解难分啊。那 FTY 的话呢，那边也是被夹着打啊。两个烟的缝隙的一个过点，抽一波。七七是打掉了怪兽。对。啊，但是 GFY 的话，五准。GFY 通过彻底。是的，就 FTY 是被夹着嘛，两只队伍夹着，然后先被淘和 Savior。七支队伍啊，有五支是 PCL 的队伍目前啊，但是北边的战场的话呢，肯定得要分出一个胜负了啊，加的打成这个样子。对，哦哟 ，GFY 完胜，人全都可以救。是的，都能扶，保证满编。BP 任性。从那个 BGP 的视野来看，确实是往前再走一两步，就是对方假出库的枪线就打出来了。九阳的出枪 ，Two 的直接被放倒，那么。宋江这个位置感觉也活不下去了。没问题，很快，其实这波效率已经足够了。可以了。但是 GFY 啊，那马上近点要和 GFY 打起来，天路来了，往后面怼，路上小童直接被放下来，彭无情也直接招了一枪。对吧？三个人，而且这个血量有点残啊。骄阳要打个包的，那么前面只有萨萨一个人顶住，聪聪也被放倒。那。我们再往前去点，跳起来了呀，小鹏儿，哇！但是好像跟了一个手雷吗？朝阳这个位置，炸到一个，被闪了，啊，差一枪啊！对，那阿童还是反打成功啊！对，那是 GFY 倒了两个 ，Pyro 过来收分了，要来圈架了啊 ！Pyro 跑得好快，这分也被阿童木给放倒了，最后一个人锁定了位置，不断的提前跳，打一个，马哥，阿童木还补了一个，哇，这把他给补了，那 New Happy 闻声而来。这还得扶人，现在佩尔还得扶人，被压在这个来的是大魔王。是，马云龙那边的出枪，明明这边旋转跳跃吃了一枪头，但是周品言的出枪的话，马云龙直接被放倒，因为毕竟自己是一个人往前去顶的。你看看他在那个树后左右啊，都被左右为难，都被夹住，对，都被夹住，他根本就探不出身位，死啊。位置佩尔拉不开，基本也锁定。很难，我只能说很难出意外。道具多，打一个出来了，意外打两个，一个黄一鸣，打了二。这次清空，而且长龙没有压力。我突然一瞬间的一个二打二，但这个时候长龙不能急，不能急，他抗压的同时要等黄一鸣。知错错，突然一下懵了，什么情况啊？换身这个位置被逼过来的王子，二打一，二打一，明明在原点，而且被发现这颗雷，长龙位置。近了点，直接因为他已经锁定了明明的位置，他直接往那边灌雷就可以了。恭喜佩尔在这一局是拿到了12个淘汰，成功吃鸡。